我要收行李啦，大头，大头呀 ！Oh my god! Oh my god! 先给大家看我们为了这一趟旅行的一个特别发型。我们呢要去韩，没有，是要去法国。法国，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法国，就是一种感觉问题啦，感觉都是要不要去法国？哦，好、啊，要不要染橘色头发？哦，好、啊，再来，再来，对对对，要进去了。Oh my god！ 哎，你的发型很适合这里耶，是一种橘子。胡萝卜吗？胡萝卜。哎呦，有一个橘子在这里啊！阿联酋的飞机餐，哇哦，这是 chicken， 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沙拉，还有这个是 cake， 它有三色豆。Oh my god！ Oh my god！到杜拜转机喽！耶耶，很大哎，杜拜的机场。我们会不会遇到王子？王子，最近原地结婚了。我有跟我的姐姐说，然后姐姐说，哎，有可能他有五个妻子，你还要吗？我说，那我考虑一下。12，这里是几号？我去看一下。完蛋了，开始下雨，真的找不到民宿哎。到底在哪？这边的地址到底要怎么看呐、啊？找不到、啊。明明就是这一栋的感觉啊！你们那个地址过来找。好像又不是哎，是七哎，找到了，找到了，就是刚刚那间。应该有电梯吧？有啊，这里啊，电梯，好酷哦！很像什么艺人 KTV 的感觉。要开一下我们的超贵民宿。对，超贵。我们真的是花了蛮大一笔钱，对，为了一个景。台湾民族，小三。黑板。哇哇！这是什么博物馆哦？看一下，看一下。好漂亮哦！等一下，等一下，先介绍一下。还没啦，等一下，先找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比较重要。哎。不懂结尾，结尾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放在最后面了。哎呦，我实在……好，请大家收看，这边就是白白的，很漂亮的主办的空间。然后我们就是要这种窗边的，好不好？然后这里是一个客厅，哇，好漂亮。然后这里是看书的地方，哦，看家书。哦，我觉得这个也很棒哎，你看。哇、wow、哦，这边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然后最重要的，一、二、三，哇！阿里哥，阿里，好，我们现在呢要去爱。How do you say Venice? Yeah. And you? Korean. Your film is very good. Yes. Thank you. Yeah, it's very good. 姐，我会拍久了，所以。You school in Korea? Korea or London? No. I speak little English. 23, and you? 23. Yes, and you? Oh, really? Young. You're so young. You're Nuna. You know Nuna? No, I'm 23.
my face 21. You guess, you guess. 20. 20. 哎呀！不会讲话吧 ？26. 26.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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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应，这个啊，差这么多不行吗？不好意思。这样大家觉得如何呢？可以了，可以，漂亮漂亮。终于看到我本人了，而且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我们也就是照着，很开心，很舒服，很自由的感觉。这里的天气真的很好。感受到这种超多人的感觉。现在这边就是最佳的打卡景点。拍这个。近距离拍巴黎铁塔。真的很飞行之舞。来到法国的在地品牌超市 Mono， 来看一下巴黎有什么。我是那家跑步鞋的。哎，这个好棒哦！很棒哦！不跟你说，你来这里，好棒哦！来这里之后你就不会想要去餐厅。现在时间10:30，我想说这种生鲜的应该比较少。没有没有，各种 salad 哎，那种腊肠吗？是吗？哇，这是什么整个白白的哎？哎、欸，那个饺子真的很厚哎。嗯。你看这里的可乐超级大哎，这是我们台湾也会买的，这个是更长，超大。这个怎么长这样？国外的茄子怎么这么大？哎、欸，它香蕉好大。天哪，这么长啊！哎呦，国外的都很。是不是啊 ？Maxi， 你好，师傅。Maxi， 师傅。Come come come， 耶耶耶！请坐，请坐。好脚好酸哦。好久没有旅游，这么的很专心的旅游。你太专心了，专心到我觉得 ，Oh my god， 他是谁啊？今天不吗？当你的旅伴，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当旅伴很棒。那你刚刚为什么觉得我很嫌弃？因为你刚刚明就说你很累了，然后一直说你要去哪里，那你前面讲说我家就是你会觉得说，就明天可能不会来这一个道路，所以就说哎，要不要再去那里看看？嗯，这个很酷哎、欸，我觉得这个超酷的、欸，是 Spider 蜘蛛人的 ice cream， 看一下它长真的长这样吗？嗯、怎么办？我的英雄！哎呀 ，Let me 夹夹草莓口味，嗯，好吃。我在法国，我在民宿没有事的时候都会看影片，那有一些影片呢，明明在台湾可以看的，在法国就不行，就是有地区的限制。这时候呢就要开 Surfshark VPN， 它呢可以解锁网域，就是大家看 Netflix、 Disney Plus、 YouTube 都可以无障碍的看世界各地的影片了。我呢有跟家人共同使用，因为它一个账号可以无限手机平板使用，所以呢如果你也不想要被网域所限制，自由自在在哪边都可以追剧的话，可以试试看，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因为我觉得很棒的是它有30天的退款保证，大家也可以输入孤粉的专属折扣码 GGU COOL， 就可以马上获得1.7折的优惠，订阅2年方案再加送3个月免费使用。那细节呢可以到资讯栏看看哦。我们继续看影片吧。早安。Oh my god！ 哦，15度而已。
我们昨天买的扁鳕蜜水蜜桃。水蜜桃，这个很特别，我在台湾没有看过，这边外皮是透明的，这样蛮好的，可以知道它长怎样。耶！哇！观光客模式开启。今天呢，林炫的朋友要带我们去吃一间米其林餐厅，特别打扮了一下。哇！天哪！超美的耶！超级美。你好，我是金针菇。你好。今天是米其林餐厅主厨，就是他是这个是他真正的男生一行，他专门海鲜的餐厅，也是这边。好耶！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在法国吃米其林餐厅？真的很谢谢你。蒸牛肉来了，你说直接挖吗？直接挖，它下面是不一样的鸡肝，它是三层哦。对，它是硬的，这是什么 cake？ 蒸牛肉 cake 的感觉。中间那一层是什么？油。好酷哦！蒸牛肉油还有鸡肝。下面很像那种小笼包，里面会有的那个馅。然后它有调味，酸酸甜甜的。全世界不同的水，有英国的水，有西班牙的水，哇，然后还有法国的水。台湾的有吗？台湾的没有。我们等一下买黑水喝，不要买黑水喝，因为黑水很值得试喝。来，罐头也太漂亮了吧？对吧？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当伴手礼。这个包装也太漂亮了吧！哇，这个很像什么颜料哎，颜料。瓜牛，他们买这个瓜牛的话，就是可以自己买一颗瓜牛，把它灌进去。啊，这个是用好的瓜牛。对，可以灌进去，就摆进去一个 set。对，好酷啊！对，这是柠檬，手指柠檬，怎么这么小？它一开里面是很小颗很小颗的哦。这是柠檬。导游推推的 truffle， 它是 oil 吗？vinegar。必买吗？必买，超级推，那我就买了。对，但我也要买，买。因为我第一次看绿色的 tabasco， 这个要买买看吧。cheese 区，这个好像提拉米苏哦。我妹说她最喜欢吃的 cheese， 这个 cheese 故意要刮成这样，它就有个特别的东西，它要转一圈就变成花。来，我们吃吃看，我也没吃过。好啊，我第一次看到。Ham 区，哇，很像什么电影场景哎，这里真的很像什么食物甜食，什么都有，超多超多。黑水开箱。喝这个真的可以健康，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原本就长这样。有什么味道？为什么？黑醋栗的味道，酸酸的。哦、对不对？真的吗？骗人！你骗人，明明就没有。没有味道啊？有啊，你认真闻，你鼻子。还是你中过敏？哎，小心，衣服，小心。这什么味道？是什么味道？这好像是水，奇怪的水。真的吗？我帮你拿卫生，我先拿卫生纸给你。这是坏掉的水吗？我不敢喝了。我觉得我吃了超奇怪的东西。我没有喝过。你没有喝过啊？对。感受看看。明明就没味道。感受。没味道。是水。没，真的，我觉得他一直在骗我们。一点点酸酸的而已。是不是一点点酸酸的，没有什么味道啦，没有味道啦，不要骗谁啊！这是水，你不要骗。兄弟、啊，再喝一口，我刚没喝到。说实话，不要太，不要理他。你说实话，真的。好，好，是什么味道？他在吐吧？是不是？不是，是一点点，没有，没有气泡。一点点酸，就真的，太夸张了。没有，真的，你喝看，你喝，喝俩，喝俩。
夸张了。Okay. 他就跑出欧元，哦，大的那个炸我天吧，跑不出来啦。雪花骑士，不要给他乱起名字，还有名字。雪花骑士，就像你叫什么？金针菇。金针菇，别人叫你杏鲍菇，你怎么样？也可以的。不行啊。不行，他有一次在台南的时候，就有粉丝说，杏鲍菇。其实都是一样的旗帜，只是切薄。它是用一种像会转的，它是把旗帜一样这样的，圆圆的，它这样转。它有特殊的器具。来，你先洗手。来，换你。开箱。哇，超美。水花冰。哇，一人一朵。一人一朵。一朵。加奶。哇。哇。我好喜欢哦。一直有马铃薯的味道，重不重？咦，法式甜点，看起来很好吃哎。对，看起来很好吃。而且台湾很少这种咸的，然后很传统的。没有错。你像披萨吗？不像，但就是法式可以点那种，你吃起来会觉得哎呦回味无穷的感觉。可是其实我们太短暂了，我刚刚一直还在想说啊，要不要就放弃布瑞士了，就全部待在巴黎。可是不行了，我们已经都买好了机票，我们其实那个火车票，然后住宿都订好了。对，所以呢，还是要去。没错，我们短暂的巴黎游到这边结束，我们会去瑞士，然后再回来巴黎搭飞机回台湾这样。对对。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 Vlog， 然后也期待我们的瑞士 Vlog 哟。